70年代，许多上海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呢，其中一个最盛行的行业呢，那就是裁缝店了。我爸爸过嚟都系十一二岁嗰啲，佢都系呢度跟啲上海师傅做学噶啦。后屘起个手嗰阵，好多鬼婆做，我以前好多鬼婆噶嘛，依家都乜走晒咯。 冇咩做啦，佢嘅仔講收檔咯，唔去做啦。家啲仔女就揾得到食啦，家姐咪算咯，係咁噶啦，一生人係嗬。